是我。王植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吵着你了？我老公今天心情不太好，喝了点酒。我会把屋里都收拾干净的。房租什么时候能交？等一下。我今天想交你房租来着。我过几天就发工资了，我到时候一定给你。好，谢谢啊。哦，前几天说你喜欢吃这个，以前我妈也经常给我做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那明天还有吗？你要是喜欢吃，我就给你做。好。我妈常说，人生苦短，所以甜的时候还长。王哲，房租。哦，
有事吗？哦，没事了。钱呢？我交房租了。不是要钱吗？给你。等等，王志，别给他钱。妈的！今天就这么算了。我去给你买药。王直，谢谢你。别做啥事儿，我再想办法。你好，我是来看房的。